像也有一些变化，就是你晒了那个合约，所以是到期了还是说终止了是怎样的？不管怎么样的过程吧，反正现在就是要，我都说从一开始。其实之前也有人跟我说为什么不是从零开始，我觉得不管到什么时候，我都是觉得自己一直拥有唱歌这一件事情，拥有喜欢唱歌这一件事情，所以不管到什么样的状况或者到什么样的地方，我都不算从零开始，我一直都拥有音乐这个东西，所以我写的是从一开始。的话，现在就是跟老东家的关系，是因为我知道你还是那个公司的股东嘛？那这样子的话，没有，我现在就从一开始了，一直到我的音乐。那接下来是有什么样的计划？好，后面要赶场。好，好的，亮颖，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？就是还是我正常的工作，该做音乐，该怎么样，就一切正常。因为很多网友会觉得这跟你的那个生活就是有关系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其实我的生活一直也就是我的工作，我这么多年没有停下来过，所以才有机会一直来开场。当然了，开场帝王，谢谢，谢谢。